你觉得火了以后，像它能好不好啊？好，不行，好是吧？哎，你也想火吧？嗯，我等饭哈，对吧？不是，你说心里话，想火吧？嗯，想火，想火。对啊，那以前哥那不是都是3块吗？跟拉面哥啊？对对对，那不你也卖3块吗？我卖3块。哎，你卖3块以后，他火了，你没火？我卖3块，到后来他给我发的，就涨钱涨了4块，我涨4块了。那两个你商量好了？哎，对。我涨钱，他没涨钱。对对对，我的顾客越来越少了。兵不厌诈，兵不厌诈。真是市场如战场。市场今天干急了。啊，你来了。啊啊。这个不是你这一碗拉面，现在这个生意不错，这拉面一碗能赚多少钱呢？现在卖5块吧，也赚2块多。哦，真是的啊。是的。你算一对半吧，也算。是的，现在把这个面粉涨钱，这料用这料都涨钱。哦，全部涨钱了，全部涨钱了，也得赚2块多，5块钱。你最早以前你卖多少钱吧？最早个？最早我一开始干卖1.5块，2块，到后来涨3块。对啊，那以前哥那不是都是3块吗？跟拉面哥？啊，对对对，那不你也卖3块吗？我卖3块。哎，你卖3块以后，他火了，你没火？我卖3块，到后来他给我发的，就涨钱涨了4块，我涨4块了。那两个你商量好了？哎，对，我涨钱，他没涨钱。哎，他火的时候我就涨钱了，我涨4块了。他没涨钱，他没涨钱，哎，他没涨钱。我靠，你商量好的，他没涨。哎，对对对，我的顾客越来越少了。兵不厌诈，兵不厌诈。哎，对对对，兵不厌诈。是的。真是市场如战场。市场，哎，你说那时候拉面哥卖3块一碗，那时候他有钱赚吗？有钱赚。能赚？那没钱赚。现在这个卖这个都是对半的价。当时那卖一个不是前年大前年哈。那不卖两卖三块，他卖3块啊？卖3块，那时他有钱赚吗？有钱赚，卖3块的赚1.5块，他是清粉面不长肉。哦，他连点肉馍没有啊？哎，没有。你这还有肉了？啊，我是4种长肉，大骨头肠长肉。哦，哎，他那个不长肉。哎。兵不厌诈。兵不厌诈啊。不是，我还问你个事，老板啊，你觉得火了以后，像它能好不好啊？好，好是吧？哎，你也想火吧？我等饭哈，不是，你说心里话，想火吧？嗯，想火，想火。哦，还是想火是吧？想火。看，你看这肉，哇，放这么多肉啊！看，哎呀，5块钱一碗，还放这么多肉。我看那大骨头汤，哎呀，全是骨头肉，贼骨熬的啊。对，真材实料。啊，恁拉这个面是跟那个哪里，跟那个叫啥来，叫兰州拉面有什么哪好啊？怎么说呢？叫我没法。不是，拉面哥火的时候啊，那是面多少钱一袋？那是面就是6-7块钱一袋吧。现在有多少钱？现在90多了，那不快100块钱一袋啊？啊，快100了。啊，那快涨了，又快涨1/3了。啊，就这100块钱袋吧，有4两面吧，管2块钱一斤，4两面才啊，还得8毛钱，8毛钱再进上料，进上肉，你算算，这还工钱呢？是吧？两个工了又。啊，是。这个干这个都是对半的。赶着都对半的、啊、哎，对半的，怎么着得赚一半啊？哎，对对对，那时候卖3块一半的、啊，对，嗯，老板，你拉这个面拉了有多少年了、啊？你20多年了。那谁来？那个拉面哥来？他比我干的晚，他比你晚了。哎，他比我干的晚干4-5年。那两个人学这个东西是一个地方学的？啊，在分县学的。他呢？他在分县，我在分县跟秦玉学的。哦。他是跟李庄主学的。当时学的时候交钱了吗？交钱，要交学费了还？哎，我那是交学费。现在一天能卖200碗吧？卖200碗。200碗。哎，所以一个人挣个200来块钱。哎，是的。这就是5块钱一碗的拉面啊！你看这上面的肉丁哈、啊、很多啊，这一大碗面，面很好吃啊。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，看看8块或10块是什么样的啊？兄弟们啊，这个现在你看现在看到的啊。现在变成12了啊，又加了7块钱。这块肉啊，这块大的扣肉啊，把子肉吧，叫5块，1块钱两个豆腐干，鸡蛋1块啊，这变成12了，开吃了啊。尝一下这个肉，看看好不好吃啊。这五花肉这么大一块，5块钱，
你看一下筷子这么细，你看能想象多大吧？啊，好香啊！嗯，在你们那这12块钱能买得到吗？一个把子肉都要10块吧？试一下这豆干，哎呀，真香啊！快吃了，兄弟们啊！